收看秒懂建案，我是千燕。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南投草屯。今天的开场应该觉得跟平常很不一样吧，因为不是在大马路旁边，还是建案旁边，今天是在草皮上面。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空气很新鲜，然后呢还可以闻到一点点桂花香，然后周边都被山包围，整个环境非常的好。今天为什么带大家来到草屯呢？其实这个地方近几年在旅游方面做蛮多努力的，有哪些地方好玩呢？待会带大家去看。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彰化人，从国三过来呢，其实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那如果你是台中人的话呢，其实也很快，走国三也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很快也就到了，就还蛮适合。如果突然想度假，就可以来南投玩一下。那现在草屯有哪些地方好玩呢？赶快带大家去走。鸟嘴潭人工湖将在2024年完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名草屯企业家和新加坡鸟园团队合作，斥资20亿打造亚洲规模最大鸟园，不只带来前朝，也有机会带来人口红利。不过如果你想要拥有自己的度假 villa 的话呢，不受外界打扰，无论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活动。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品牌建设开发的九堂四季 villa。这一次九堂开发将休闲产业和住宅结合，推出占地2600坪的庄园级度假村住宅，也是近年来南投县最大规模的住宅开发案。其中1800坪呢，都是做绿地和丰富的度假设施，建蔽率只有26%。产品规划20到40坪2和3+1房，小坪数拥有大庄园，首付38万起就能轻松拥有度假宅。九堂四季 villa 基地就位在文教休闲特区，用国道3号、国道6号、中潭公路与台76线等重要交通干道，也是通往日月潭、清境、合欢山、玉山等国家级风景区的第一站。再来看看要评论的部分啦，我们赶快换我们的副砖石头哥。Hello， 你们好。有没有发现这颜值还蛮高的？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2房的样品屋。是。那石头跟我们2房有什么样的特色，帮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我们2房的话是有部分的房型是有含金装修的哦。嗯，什么是金装饰？我们客人是可以直接一趴皮上入住的。对，所以有含已经帮你装潢好的意思。是的，没有错。那包含哪一些？第一个，您目前所看到的，当然除了我们部分的家具是没有的，但我们厨具跟我们的一个卫浴以及我们的冷气及天花板都是有施工做的哦。哦，所以那像灯饰这些，灯饰的部分就看个人的喜好去做添购。就是如果其他像沙发啊、桌子啊这些，你个人喜好就自己挑这样。是的。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但是一般民众在看样品屋的时候绝对不会发现的，但是很重要，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中空楼板哦。中空楼板藏在哪里？藏在我们的地板以及我们的天花板哦。帮我们解释一下。一般我们的混凝土，一般我们的地板以及天花板都是做混凝土。对。但是中空楼板是我们中间会加保育绒球。对。所以相对的，它在隔音跟隔热效果是比一般的传统式的是更理想的。34坪3房2卫，拥有双阳台。由于建筑物是区域制高点，周边呢是低密度的住宅区，享有绝佳的视野、景观、采光和动。为什么咱九堂跟人不同款？我要求工人师傅。九堂开发在建筑营造业已经有32年的历史了，沿袭7期豪宅工法，也培养了大批九堂粉丝，不止旧客和在地首购族购买。因为产品特殊性，兼具度假休闲，就像自成一格的庄园型电梯 villa， 更适合退休族群置产。对每一位客户。